港體育同埋文誒宗教咧，係對香港經濟冇貢獻。嗱，老老實實做人啊，唔好咁偏激嘅。我覺得梁生咧呢句説話基本咧係屬實嘅。啊，唔係啊嘛。因為體育喺外邊外國梗係有貢獻啦，英超聯幾有貢獻啊，係嘛？你話世界盃賭波每屆啊數百億美元，個鋪有冇貢獻？一有人賭波。咁就梗係大旺啲酒吧啊、夜總會生意嗰啲，啲錢贏得咁易。咁就香港嘅足球賭唔賭得起？賭唔起啊嘛？點解係炸波定乜嘢？我唔知啦，係嘛？喂，咁唔係喎，咁你香港你仲有啲咩七人欖球賽成日講，年年推廣係嘛？咁啊，跟住曾經球賽曾經就幫呢個北京奧運舉行呢個馬術嘅呢個奧運。咁係咪亦都係一個重要嘅經濟貢獻？當時就話會吸引遊客嚟睇。係啊，我諗後來特區政府計計條數都知道咧。喂，我唔舉亂抌嘅，我唔舉其他，睇鬼咧，淨係舉奧運嘅馬術同埋呢個七人欖球。咁你話俾我知呢啲係咪經濟貢獻？奧運馬術、七人欖球，咪奧運馬術嗰啲體育嘅比賽，如果係揾到水啊，嗯 ，TVB 同 ATV 一早撲到攞咗個轉播權。唔係喎，當時正呢位話俾我哋知係促進香港嘅咩旅遊。講係咁講啊，喂，梁振英嘅話你聽 ，M 界都唔選啊，又講我係啊，梁特首。佔中火紅火綠，我就走去迎接呢個叫殘亞運動員翻嚟，係嘛？喺個機場迎接完，嚇、啊、影完相，笑騎騎，你哋辛苦了。講完之後問一問個庫房，貼咗幾多錢？哦，機票啊咁多，食宿啊咁多，有冇錢翻嚟？冇。咁我咪，如果我係梁振英，都睇嗰個 moment 即刻有啲體會，有啲感觸咪第二日咪話體育冇貢獻咯。喂，呢、這個事實上係喎，有貢獻你俾你拎張，拎個數簿拎張單俾我睇下，係咪？嗱，咁夠嘢，就因為梁振英講一句類似係皇帝身上冇穿衣服，咁你就喺度。又出抗議信，又聲明去譴責佢喎。我覺得對阿梁生唔係咁好。你對啲運動員先至唔公平啊！譬如除咗牛下女車神啊，講完話叫阿梁振英翻去讀多啲書之外，嗱、啊，輪椅劍擊港隊余翠兒啊，又話啦，即係今次喺呢個仁川嘅亞殘運動會中，就係、是、攞到咧兩金。啊！一銀，嗯，咁啊，佢批評啊梁振英嘅言論咧，就係窮得只剩下錢啦。呢句，唔係可能唔係梁振英嘅意思，即係你就攞到兩金一銀之後，你嗰兩金一銀，你咪即係用一金兩銀一銅啊？咁啊，你咪即係用咗佢，用過攞一金兩銀去蘇富比拍賣，叫啲大陸嘅人士落到嚟炒，炒高到每個金牌咧係100萬拎翻去，然後咧咁蘇富比收翻兩嘢，收翻15% 用啊！呢啲叫對經濟有貢獻。其實香港咧有好多咧體育嘅屬會嘅，有咩空手道啊，咩嘅其他劍道啊，咩嗰啲我諗佢唔計體育，唔係嗰啲都係運動啊。咁好啦，仲有阿霍震霆睇嗰份係嘛？即係好大噶嘛，下邊嗰啲咩奧委啊，咩嗰啲會嗰啲，點解呢啲全部唔出聲嘅？係咪即係認同？出聲佢哋認同，認同啊！梁振英先生講嘅説話就係體育界真係冇經濟貢獻，唔出聲喎嗰啲人，啊默認喎、啊。宗教界冇貢獻咧都冇錯，冇乜嘢有又冇錯。回教就唔食豬肉，咁你話對香港嘅乳豬叉燒燒烤業咧，係一賣喎、啊，從來冇。你記唔記得阿星雲大師去過紅磡體育館？當時哇，有冇收錢啊？萬人空巷有冇沒入嘅沒滿券？我又唔記得咗啦，好似有嘅，不過就冇賺商品贊助，應該冇咁就有。咁但係好多善信，中港台澳啲善信特登嚟香港，魚翅海鮮酒家贊助星雲大師嘅。曾經，喂，梗係唔會啦，因為星雲大師倡導食齋唔殺生啊嘛。咁嗰啲，喂，香港間間酒家嚟啊，又間唔中嚟嗰大球場啊，係嘛？咁啊～呢、這個諸如此類呢啲宗教，你係外國勢力添啦，咁呢啲都 ban 佢添啦。喂，都會好多呢、這個啊教眾會嚟特登嚟香港，我又係嗰句
閒放生嘅。喂，咁你買海鮮都係經濟貢獻啩，係咪啊？你話呢個放生算唔算經濟貢獻咧？有少少一啲咁。我買啲龜啊，買啲石斑海鮮啊、龍蝦咁放生都係經濟貢獻啦。你話唔好，你話香港基督教會、佛教會同埋天主教堂順便有啲好似解放軍兼營做生意，開幾間夜總會啊、馬沙廚、闊文啊，得蝕咗又唔同啊，冇話蝕足啊，靈活啫嘛。董建華，我記得佢講過，香港係一個經濟城市，唔好講政治，亦都唔需要講宗教咁。咁我又想問翻咧，佢係我成日記得聖公會嘅，即係都會特別紅啊嘛。點解今次又唔出聲嘅咧？梁振英話你哋冇經濟貢獻喎、啊。教基督教會係有貢獻喎、啊，因為好多啲阿婆、啲富婆臨死咧，俾啲牧師咧皈依勸導佢入教，跟住將遺囑捐俾教會。咁你又中間一來一回，你有幾多貢獻？你而家睇下香港。以前新都戲院、維多利亞附近嗰幾間教會，點解啲中嗱？你睇科門教啊，體育界咧啲水搭啲運動員啊，同埋呢個殘奧嘅委員會都發表咗聲明咧，就對梁振英嘅言論咧就覺得即係有欠公平。咁點解宗教界到而家都冇人出過聲嘅咧？如佛釋道、天主基督、回教、摩門、我數唔到啦，跟住即係。明教都得噶，道教咧，道教咧又有時捉鬼啊，張天師嗰啲咧，係咯，同埋瓜老陳，仲有啊，你道教你驚嗰啲咧，我舉個例子啦，唔係啊，啲大酒店嗰啲咧，燒你燒嗰啲金銀衣紙，唔係錢嚟嘅，嗰啲雖然係地府嘅啲錢，唔係喎，喂，咁你買嗰啲唔平嘅，知唔知啊？呢個魚蛋錢一間紙扎屋噶，做公仔同埋金銀衣紙批錢嗰啲係咪納入宗教界咧？哦，梗係宗教，而上啲係迷信界咧。喂，呢樣嘢係值得商榷。宗教自由啊，你唔可以話呢個燒金銀衣紙係迷信嘅，呢啲係絕對係經濟貢獻嚟噶。嗰啲咁嘅童男童女，你估平啊？買一對唔知幾多錢噶要？咁呢啲係咪促進經濟先？你諗下喺大酒店出邊，哇！日日火光紅紅咁燒法，好似燒銀紙咁噶。呢頭買嗰頭燒啊！仲有啲紙扎鋪，你諗下佢哋嗰啲唔同嗰啲咩手機啊、紙扎手機、電腦啊、車啊，你全部啊唔平噶。所以呢啲咧宗教界咧係有好大嘅經濟貢獻啊。所以阿梁生咧應該要落區行一行呢啲嘢，去大酒店上邊睇一睇啦。或者都係有啲咧，即係但係講叫洗錢洗得好啊，就梗係麻麻地啦。即係喺梁生嗰個 list 嗰度係排得好厚咧，即係錯。咁點啊？唔通要個教會呢個上市啊？咁先叫有經濟貢獻啊？定 why not？ 點解唔得啫？做咩啊？咁啊，是但啦。澳洲雪梨雞竇啊，地債都上得市啊。我懷疑梁生嘅定義就係、是、你嗰個教會如果唔搞上市，即係冇經濟貢獻啊？知唔知啊？佢覺得應該係咁。呢樣咧都好刺激到我哋香港中學嘅通識教育嘅，係啊，即係我啊覺得梁特首有時心直口快，講一啲真相出嚟，或者唔係真相咧。真相咧，可能大家啲唔係話咁容易啱聽。其實咧，佢真係心裏邊咧係覺得冇經濟貢獻嘅，因為佢嘅定義裏邊咧係要做某種，譬如頭先我講上市啊。或者學你話齋開分店啊，嗰啲咧做自由行生意啊，嗰啲先為之經濟貢獻。頭先我哋講嗰大扎咧，咩燒金銀衣紙又好，個陪你報道大會又好，星雲大師嚟去演講又好咧，佢都唔當呢啲係有經濟貢獻。總之你要搞上市啦。你亞運喺釜山嗰度，你見唔見 TVB 喺銀川？你見唔見 TVB ATV 直播？冇啊嘛。呢、这個咪就係咯，我談翻翻頭先我講嗰樣嘢，唔係話有一個行政首長領導人話取代超越到香港就取代噶嘛，係咪？你個亞殘又好，乜殘都好，喺銀川、金川嗰度做咧 ，TVB、ATV、Cable 大家投標搶你嗰個直播權，呢、这個就叫市場，呢、这個叫銀紙大曬，係咪？銀紙本身係有生命、有魔力同埋有判斷力嘅。銀紙話佢嗰度啱，就一定係啱。銀紙唔騷嘅地方咧，嗰處琴勞珠芒咧，你係死而無怨嘅。
系咪呢个叫资本主义？对唔住，嗯，系咪？系啊。咁你阿残又好，咩都好，你喺釜山银珠度做 TVB 唔收 ，ATV 就算一点收视都冇兴趣 ，K 宝又唔抢，但唔系喎，世界杯又唔同喎。每四年一屆是大新聞喎、啊，咁、你話有你話邊度有貢獻？梁振英梗係知道呢樣嘢，佢係數據專家嚟噶嘛，係咪？咁佢咪話冇貢獻咯、啊？星雲大師嚟，你話有貢獻啫？有貢獻嘅話，個個上想睇啊！即係黃子華呢、這個棟篤笑啦，係咪先？咁星雲大師開同黃子華開，邊個去撲飛啊？识英雄，大力推荐到我哋梁特首做，自然有不比寻常嘅眼光。嗯，系咪你唔可以嘅咧？逢良必反，系咪？我冇逢良必反，即系唔系你啊？好出面好多人。